听你讲了这么多，感觉玉总真的是什么都不会啊。那我还挺替栗子担心的，你说万一他们之后结婚了，每天点外卖啊。他们俩的事情你就别担心了吧。那我回去了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有什么事？他骗了我们的钱，就是我们的钱都让他骗了。我没骗你们的钱。等一下，大家你们都冷静一下哈。那个，你们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我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儿。但是你们，你看我妈，你们认识了这么多年，肯定不是他骗你们钱，你们心里应该是知道的。那你的钱我怎么还？钱不行，我的钱也是受害人。妈。回事啊？啊！真不是我骗他们的钱啊！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是之前有一个理财的基金顾问，他跟我说有一个项目可赚钱了，我呢就把咱家的钱拿出来去买了，哎，结果还是真赚钱了。后来他们都知道我赚钱，就让我也帮他们买。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嘛，大家都一起赚钱。可是到了这个月该返利的日子了。他们没给，我等了第三天，我实在是等了不了了，我着急了，我就到他们那个公司去了。可是那个公司的大门都给贴上封条了，人也没了。我怎么？那你还记得公司叫什么名字吗？去他妈，我们找他去。找什么找呀？他们那个公司的车和房都是租的，那就是个骗子。我们的钱没了，你说现在这个骗子怎么为了骗人什么招都用啊？哎，妈，你别着急啊。老徐也是受害者，当初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。这样嘛，我们散了吧。我们明天去报警吧。对，明天去报警吧。我们明天报警，明天报警，那就报警，报警，明天要会交钱的。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哎呀，报警，明天报警。叔阿姨，你们慢点走啊。好吧。照顾好你妈。好。妈，你坐着。我们的钱肯定是没了。我觉得你们可能是遇到庞氏骗局了。什么叫庞氏骗局？就是一种金融手段的骗局，空手套白狼，拆东墙补西墙的，跟金字塔一样，下层补贴上层，到最后公司没钱了，那就跑路了。钱是要不回来了。没事啊，妈，钱没了咱们可以挣啊。去给倒杯水。我的钱。
妈，这都十二点多了，吃点东西吧，给煮点面条吃点啊。哎，我就不吃了啊，我得赶紧看看我赔了多少钱。不吃怎么行啊？什么事儿都没有身体重要，吃点吧啊。哎呀，我真的吃不下。看看这个是多少。咱家赔了33.8万。多少？33.8万。还33.8万全没了。不是妈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呢？我的公积金，我的私房钱，我买股票赚的钱，我买基金赚的钱，我存的定期，我存的活期，你姥姥给我留下的钱，还有你给我的钱。你不会把我给你看眼睛的钱投进去了吧？所以你根本没生病，对吧？耳朵，其实妈当时就是被人给洗脑了。我当时就想多赚些钱，把钱都投进去。你不是要出国吗？妈就想能多赚，这不多赚钱对你也有好处吗？你说你到了国外，你没有钱傍身，你说你得多辛苦啊！你别人欺负你怎么办呀？谁知道，我也没有想过呀，这不就是被别人给骗了吗？妈，人没事就好，啊。这样，你明天再仔仔细细的给我讲一下这个公司的情况，然后把什么账单啊、合约啊、什么收据什么的都给我整理好。对，明天咱们再叫上那些大爷大妈一起去公安局报案，啊，怎么能追回来多少是多少。对对对，对。咱们明天得去报案去，一定得把那些害人的骗子全都给抓起来。真是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上去了。早点睡吧，记得把面吃了啊。啊，小刘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都想弄山哥吧，请长假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先去工作，我找玉总对一下下面工作啊。哎，不不，别去。怎么了？哦，那个，您不是刚回来吗？我这边比较需要您。怎么着？几天不见都不能自己好好工作了？工作去。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
谢谢玉总。清真啊，只要你好好干，玉总以后一定送你一个更好的。没事儿，我就来打个招呼，你们继续吧。玉总，那我先去修改了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哎，让我来。唐丽回来了，玉总和刑侦是不是该散了？我看唐丽啊是该让位了，玉总和刑侦这两天进展的真神速啊。听说前两天玉总谈项目都带着刑侦呢，看来是要把刑侦扶上位了呢。哎，唐丽多可惜呀，跟着玉总这么些年，没功劳也有苦劳吧。不过男人也是喜新厌旧。走吧。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导演还没叫呢，你先喘口气啊。开路了。大家先过去吧。耳朵，你快点！你平时不是不迟到的吗？今天怎么了？快！大家集中精神，这场戏很重要。好，开始。真的，我们真的来到决赛了。嗯，千灵，你的梦想快要实现了。伙伴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路走到这里。走了，走了。我还想热血感动一下呢。江江，你紧张吗？当然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可以进入决赛。我昨晚一整晚都没有睡着，一直脑海里就不断的回忆我们走过来的种种。停，贝尔多，最后一句是断句，断在回忆。啊，再来一遍。昨天整晚都没有睡着，一直在脑海里不。昨天整晚都没有睡着，一直脑海里不停的回忆，我们一路走来的种种。看来你真的紧张了。你在干嘛？鬼鬼祟祟的，在我们休息室做什么？没干嘛，就是走错了。走错了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不进来啊？千灵，他有问题。千灵，他在搞鬼。耳朵，声音稍微弱一点，再来一遍。多可惜，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你们不是？哎呀，这好。玉总和刑侦两个这么近呢，还有事啊？太可惜了。你，我要请假。你不是刚出院吗？还没养好。那你哪儿不舒服？我再陪你去医院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去。好吧，我最近谈项目也忙，你就休息几天吧。等项目谈成了，就该你出力了。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。我们还没有努力到哭的程度，不甘心这样就可以了。下次我们一定会站在那里的。等一下，刚刚主任说我们这个社团可以继续存在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。耳朵，你的情绪不对，再兴奋点。
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的辛苦。停！怎么情绪越来越低沉了？你再来一遍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的辛苦。没。他怎么还跟过山车似的？怎么越来越不行了呢？对不起，朱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吧，不好意思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还想不想做配音了？对不起啊，徐老师。我不管你发生了什么事，进了录音棚就要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丢掉。你是在这里工作，知道吗？不要把生活中的情绪带进工作里，这也不是一个专业配音演员应该有的态度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徐老师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好了。你先回去吧，要好好调整自己的情绪。耳朵，喝点水吧。徐老师一直都挺严厉的，你也别太放在心上。还是放在心上比较好吧，不然怎么进步啊？别乱说。耳朵他今天应该是有事情影响了，还说要做专业声优，这种事情是专业声优会犯的错误吗？耽误自己也就算了，还耽误大家的时间，难道这不应该说吗？对不起啊，今天又是因为我耽误大家时间了。没事儿，谁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，大家要相互理解。我们先回去吧。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？啊，我在看下一场台词。那好，我们不打扰你，慢慢练。出去啊！一会儿把这个交给玉总。那你去哪儿啊？请长假，好好工作吧。唐总监好。你好。
韩总监。没事，谢谢。主人，你这本书都看了两天了，要不要我帮你换个别的呀？可能我不太记得内容，就想多看一遍。是吧？嗯，如果你闲的话呢，要不要看这本吧？还能巩固一下日语知识。我是来放松的呀。你的手，耳朵，嗨。没骗你们钱，他的钱，他的钱已经要不回来了。他怎么还跟过山车似的？怎么越来越不行了呢？对不起，朱老师，对不起。
谢谢。现在由我为两位的爱情送上最甜蜜的祝福。谢谢，谢谢，跳得太好看了。嗯、是啊，来尝尝这个。嗯、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来这么多次，怎么不见你给我跳舞呀？人家那是点的情侣套餐，一个人不能点。谁说我一个人？这不是还有你吗？别捣乱。主人需要点点什么？嗯，我要卡布奇诺和蓝莓蛋糕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烫伤膏记得早晚涂一次。谢谢。欣姐，我把这个先放在这儿，回家的时候再来拿。啊，欢迎光临。哎，又来了，男朋友。欣姐，别开玩笑，那就是喜欢你喽。欣姐，你别乱说，他只是我一个学生，就跟弟弟是一样的。好了吗？好了，摸着吧。请慢用。等一下，我好不容易才吃起你们的十个套餐，这十张女仆卡。按规矩，你要陪我玩游戏啊！我要看你跳刚刚那支舞。那是给情侣套餐的。那我要看你跳什么？美少女变身。嘿嘿嘿。那也要你玩游戏赢过我再说。玩什么？那个。该你了，跳跳啊！跳啊！跳跳啊！真的呀？嗯。我是美少女战士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。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要拿这本书啊。谢谢啊。你在我身后站多久了？五分钟。五分钟？你就这样看我不停的垫脚，怎么够都够不着。嗯。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有点善心啊？啊？是你没有回头找可以帮忙的人。
喂，老大，艾米丽乐团的小提琴订单有一些变动，他们那边的负责人希望能够尽快的当面谈一谈。刚才打电话问了，问您今天时间方便吗？非得要今天吗？这个对方倒没说，如果您不方便的话，我就回电话把时间往后推一推。嗯，尽量推到后天吧。选好了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？如果是因为我，我可以道歉。没事儿。到了。嗯，刚好到。嗯。谢谢啊。回家早点睡。看自己的眼睛，很像自带烟熏妆。这个是我修仙的成果，一般人都没有，你也羡慕不来。我回去睡了，你开车注意安全啊。等一下。
这些书借你拿回去慢慢看。谢谢啊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晚安。晚安。发生在此刻。